有的时候长途旅行，然后你在晚上安排做一些正事，你会不小心落掉了几样，就像我现在这样，我都有点忘记下一个我到底要谈什么。那我回想一下，给我几分钟。其实工作人员都知道我在耗时间。还有鼻音啊？其实还好，没时间还很多。曾经遇过我。